有一晚呢，我瞓觉嘅时候呢，就见到呢有一位呢好高大嘅将军啦，佢发出好大嘅光芒啦，同埋有好靓嘅盔甲㗎。咁我就问神以呢一位系边位呀、神就答我佢系叶牧师。咁我就会知道神呢系好重用呢一个人，同埋佢好爱好喜悦叶牧师啦。